看看第二点啦。南部人感觉都超爱去进香活动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来自中南部的朋友们，反驳一下，感谢呢。啊，带了麦基安全，麦基麦圈呐。就我很常跟我妈去坐我妈妈的送金车去逛黑屋。那是只有你？没有，我表哥、我表哥、我堂哥他们都会去逛黑屋啊。就你们家的人啊，就去一次，都去什么北港啊，反正就是附近的庙宇都会去，经常就是会逛黑屋进香这样子。阿内奥，对，南部同学会觉得中南部同学比较迷信嘛？全茶，艾玲玲，尤其是麦基啊，他每次都带那些什么茶壶给神用的，或者是那种一个挂在神上面的那个东西，然后他早期还会带一些那种庙的 T 恤来，然后说他很喜欢穿这个什么的，我真不懂哎。好，不要生气，麦基不懂哎，换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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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杰算命，对，还不是在算命吗？光杰金球，光杰北部人算球，光杰说什么去天堂去地狱，有没有？怎么会说这样？你们难道没有吗？你们台北没有庙吗？你干嘛不要？我不要。台北没有算命，他不是北部人。你们也迷信，台南的钱给北部好吗？哇，电竞全场嘞，哇！麦基说得好，因为其实这个北部人也很喜欢算命，其实也是啦，星座也是，塔罗也是嘛，都有，对不对？姓名学，喂，给拜拜，是他们明年想要算命，可是他们啊，不要不要，应该不准吧？可是还是我好想知道。对，妖怪给谁？妖怪都给谁？妖怪都给谁？妖怪都给谁？哎呦，哇塞，这谁能分出当中细微的差别吗？杜拜，你觉得？迷信没错，可是南部中南部人会觉得，比如说你生病好，他们就说啊，不要去医院，去给哪个神医喝什么粉啊，符水，符水，你那边就要去医院呢、啊。好，演员，我上次有去台北那个三太子的拜拜，他也是叫我喝符水啊。对啊，也是台北的三太子啊，啊，全台湾的传承都是龙阿妹啦，我对吗？没有，那个是因为在台北遇到事情。这都是大家的偏见而已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也不是说北部人、南部人就一定会怎么样，是看什么样的人，一样米养百样人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分什么北部南？就是有种对啊，这种人，你看那么没有道德，不要做人身攻击好吗？你们自己打架好不好？不要说要丑大象，不要好不好？总是这样，有一点我们就是敬天畏神，还是会比较对啊，姿态是比较柔软，也比较低的，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最大。对对，哎，什么？你们那边有电风扇哦，大哥？怎么样？威廉？新闻就是播那些就是被庙里骗钱的啊，都是一些中南部的啊，而且他们会觉得把钱给庙了，他们就会平安，就会健康。但是总爱花钱，你那个表情，你刚刚再来一次，你头有压下来那种。对，我必须要说，我们北部人爱迷信，可是我们是尊重，我们要去找一个出口跟一个抒发。可是南部人都是把它拿去花钱，拿去倾家荡产，拿去买那些奇怪的东西来骗自己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真的，我们不要再骗自己了。其实台湾人都迷信，只是程度上的严重差别。对，但演艺圈很多人也很迷信，很迷信啊，不管北中南这一行超迷信的。很多其实也我也知道很多，看起来你以为他，你知道哦，他在他。爆料，但是他还是会，比如说他有病，他还是去吃香灰，哦，然后不看医生，对啊，对啊。之前还有几个这个朋友也是，就是哎，在很好的公司、很好的职位工作，然后还问说，哎，你去帮我问一下桃子姐有没有认，有没有认识哪一个什么什么？哦，有，那天你有打给我。对啊，哪一个法师啊，还是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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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，大总？我想要报滨崎步一个料，你看你南部人还来台北拜狐仙。是不是啊？你应该有拜吧？拜狐仙哦，拜很多了，我不用拜。你去年拜上神了，上神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你刚说他什么？他也常去垦丁玩啊，又想要去高雄，你自己还不是爱往南部跑？拜诛仙哦。哎，天蓬大元帅，天蓬元帅吧，天蓬元帅啊，元帅吧，拜天蓬元帅，拜马来。反正我觉得这代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愿望啦，希望自己更好。但是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有些是有科学根据的，有些就不要太迷信了，对不对？哈，最后一点，大学生了没？
was feeling on the soul of an underground. Lost me head and got buried on the ground. 大学生了没？最后一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南部夜店，是不是都很爱放台客电音跟国语啊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啊？哎，来圈叉啊，小玉，真的没有，其实我们还是很热爱 hip hop， 就像我上次讲的，我们是美西 ，OK， 好不好 ？West side，yeah，West side， yo check， 我们这就是我们也是走 hip hop， check 是怎样？要账单了吗？Check please。嗯，其实我们真的是好不好？我们也是很 hip hop 的，只是我们比较不爱听电音，都有。我们电，但电音是高雄那一挂的，对，没有。哦，高雄妹来讲一下，圆圆。是，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没有分国际，真的。那对不对？那你说台客电音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他们刚刚放的算是台客电音吗？那我们觉得嘞，是不是不算？小黄彩华也是上过 CAA， 那我们不应该问他这每一个唱。那我们在高雄放他们歌，我们也是以那个为国争光。这都有，台北也找得到放罗百吉的歌的店啊。对啊，其实我们也跳 BBB 啊。对啊，也是很嗨啊。对啊，金燕的歌超红的，音乐无界，而且红到香港去耶。对啊，而且歌里面有四种语言。对啊，中文、英文、台语跟广东话。对啊。下一首一杯 Bobby 啊 Bobby， 大家一起来啦！哇塞！好啦啊，五款五 Bobby 啦。接下来这个你们要唱什么歌啊 ？B B B 还是 Bobby 啊？我们也是舞曲啦，这个是跟着走的，还是太阳？对。好了，别闹了啦！是来，女孩与机器人，欢迎他们！欢让呼吸属于我自己，时间从不肯慢下来，消失在城市的静脉。这两寸般的梦境，越过这恼人的天气，我的脚步停不下来，渴望得到一个依赖。这个不管是北中南啊，还有东哈，就是大家互相相亲相爱很重要，就像我们十六个同学相亲相爱一样啊哈。好，待会到后台订狗机啦啊，谢谢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